从2012涨到2013，是有没有看到？这什么意思？其实太阳能是唯一真正有元月效应的股票。哎，这个小秘密我跟大家讲，所以今天看我们的节目就有福了，好不好？最近这样指数在破底，它走的都相当稳。然后呢，哎，这个指数呢开始稳定的时候，它其实已经逆势开始上涨了。先落底先打底的，其实正式进入这个旺季之后，应该我觉得股价是有在这边的一个发挥的一个空间。夜怎么比？安呢 ？V 型反转，听我讲。择优不及，用力买，使劲买，安尼就对啊！请锁定富裕向前冲，一起来当大富翁。